真的不要小瞧龟龟的侦探能力，那八倍镜真的不是浪得虚名。凭着内圈反复严谨查到了同款，这个牌子的帽子内圈有标签，外观似乎也是同样的。那天的你楼上听着琴声，心里已经盘算好下楼去买什么礼物了吧？估计小明星也觉得送帽子这个意义不错呢。你要问就是主打一个南洋风情穿搭。我感动都要看看吧，对象送的这做作举动跟当初抢了对方眼镜那做作的不相上下。看看那些王杰偷偷秀恩爱的瞬间合集，每一张背后都有一段情啊。当年狂秀七个平台的豹猫那牛劲，如今又用在这帽子身上，狂发八条，豹猫也不过七个平台而已。两套加起来价值不菲的牌子，搭配无人认领的帽子，真有着非秀不可的程度。真是借着主题发疯一次，所以才跟你共赴一场炙热的风，对吧？真是爱情疯子。